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完红支持团，咱即马倒转来了，又完甲蔡学良的妈妈，蔡妈妈尤瑞明女士啊，咱过来探讨着讲，军中今仔日的这个军中呢，是安怎那会成做这个模样安尼啦？好，来蔡妈妈，咱即马阁继续阁来讲。来讲的是讲吼，讲着洪仲秋的案件事件吼，老家真正大家，咱全台湾全世界拢知影。啊，这段时间嘛不断嘛咧提起啦，嘛外口一寡妈妈伊嘛拢有咧提起啦吼。洪仲秋是白目啦，会受过爱干代志啊，所以拢交代伊囡仔是生来去到军队吼，千万唔通管代志，唔好插人个代志。啊，我个囝儿蔡先生是。啊，不过嘛奇怪，你嘛是安尼，甲你囝讲，你若去做兵，爱乖乖听话，唔好管代志。那我个囝吼，我个囝伊是唔免我交代啦。啊，伊就是即款囡仔，啊，毋过人也叫伊做代志，伊会做啦吼，往往啊做迄个囡仔就对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咱来讲着咧，先来搁来讲着李子文的所故事。李子文当初是嘛有惊伊囝讲讲，你去军中嘛爱乖乖吼，毋好听着，莫管代志，啊，若听着代志吼，拢莫讲安尼啦。啊，结果有一天，李子文咯。伊来接到因囝伊个电话，甲因个囝来敲电话，甲爸爸讲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赶紧来上军中吼救我啦！因我拄只不一无小心去听到不应该听个代志啦，吼，从胃肠仔门遐经过去听到啦，啊，人嘛知我有听到，你紧来救我性命啦吼！结果咧，咧子文就到军队啊，因囝已经叫被自杀死亡，然后伊嘛讲因囝是自杀个啊，李子文嘛甲即个代志讲出来啊吼，但是。无人要插伊，因为权威上大的是因。吼、哦，尾仔咧，有啦，阮有足侪人，阮遮的人拢有去关心，阮都、哦、对吼、哦，你嘛关心对。插不进手啦，嘿啦。个人拢插不进手吼、哦。咱即摆来讲一下这件代志，就足清楚嘛吼、哦。这是大人嘛有特别交代，讲卖管代志嘛，卖讲嘛。无嘴啦。嘿，结果这个绝对是无可能会讲出来的，囡仔嘛是去互因被自杀死亡吊走。到尾啊，这个老爸为着要买来以后，讲士可杀不可辱的这一个情况之下，焚火自焚。你敢看？这就是咱的台湾的政府，吼、哦。咱讲到这个是个另外一个个案，吼、哦。来，我搁以上要搁讲嘞，是讲以我这几年，我咧对家蔡先生的案件当中内底，我不断地去拄到遮哦做过军人的人，拄到代志的遮军人讲给我听，哦。很多案件明明就是他的车倒肋骨倒回来，我们告过路过，他也说那个人故意去倒住他的车顶去让人被自杀，那也是变成自杀案件、哦、我们这就是又举例另外一件自杀案件、哦、因为这案件很多很多都总是不为人知的，今天他们这的人很可怜的，在现场的人都要被强迫，强迫他们要做伪证，他们出来以后，他们都不敢站出来，因为顾虑到，他说怕说，顾虑到他一定必须要顾他的家庭，怕说我如果出来，他只是可以说给我听，不过他不能站出来作证，如果我蔡妈妈哪来出卖他，不好意思，他也不站出来，所以我蔡妈妈真正足无奈，我敢会当编吗？我若编出来，到尾啊，伊要徛出来，我变伪造，变成我坎坷，我黑白讲话，互坎坷做袂出，安怎讲嘛无路用。这个是台湾人的无奈，也阁毋是我即摆讲的即件，也阁足侪件，吼、哦，就嘛有人讲啊，迄人都明明啊，明明都毋知安怎死的。完全无人知影安怎死的，但是知影，甲因顶管遐个人违法做歹，因个啥物东西通通可以卖得，那一些将官，因有扯上一些关系，然后伊无死，伊死去了，因拢被马上封口，袂使搁来讲啥物话。啊，所有拢判予这个死者，所有甲走走的证人拢爱等予死者，然后要求他们这些人全部封口。嘛，爱叫因来签这个封口令哦。这个，讲伊看到伊安怎，伊安怎安怎安怎，因家己自杀的。嗯。爱哥出来证明，讲确实伊是自杀的，安尼可怜无？因不但爱做伪证，讲伊是自杀的安尼，
恁个收倒转来，因含无看到，因就爱出来背书啦。嗯，对啊。军中就啥物拢假的啦。伊即马军中就讲啊，发生一个代志的时候，你这个你这个小班，你这个小团队啊，你就全部要背书。啊，你爱签迄落讲保密条款啦。嗯。啊，若无的时阵哦，我就都要安怎安怎呢？你若听哦，听哦，你若听哦了后，你讲出去，我就叫黑社会去甲你对杀。种种不但是安尼，所以大家拢讲希望讲，咱即马必须爱有一个叫做军事军照顾军人的真正的一个立位，毋是干来保护。咱的这国防采购的国防委员，目前台湾我所看到的是国防采购委员，并没有军中吼冤案，或是军中保护还是守护的委员。这个是我感觉到苏清的这个国防委员吼，什么党拢同款啦吼，伊无讲在保护讲啊去追查。哦，去看讲啊，咱无战争，奈一年死啊多，啊过去死的遐拢不明不白，啊是讲哦，我来想办法阻止军中袂使阁牺牲遮的这个小兵安尼吼，军中的遮的这个弊案，军中的遮的这个乌鲁木齐这爱家制止，无甲一个立委，什么党拢共款，无甲一个立委要去做这件，我无看到，这件叫做吃力不讨好啦。这利益可图嘛？这没有利，第一没有利益可图，第二哈没有卡梅拉的啦，没有会上报的啦，没有会上媒体的啦，所以讲人不爱用。像我讲洪仲秋的迄嘛是遐立委嘛是镜头抢抢的，啊恁蔡学良的代志，我相信蔡妈妈你体会更加深，嘛是去你啊。镜头抽了，拢弹的无插啊！有几啊种版本啊？一种吼，就是讲伊插到遮来，唔敢阁插落去啊。无啦啦。看到讲代志乌人人遮大空，唔敢无能力啊。第二就是讲伊怠惰，第三就是讲较歹，就是讲去予人梳头壳梳去。嗯。吼，这拢几啊个版本啊？咱因为到今仔日为止，没有帮成任何一件在军中死亡这么重大的遮个感情遮个。迄啰目睭金金人相中的代志，无甲一个立委，不管啥物党，无甲一个立委讲亲身落去、亲自落去做这件代志，就表示讲这版本拢在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嘛。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啊，今仔日看到这讲、個、阿帕奇的代志引起了，你咱应该爱真欢喜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这就是咱天佑台湾，会当用这来形容。就比如讲吼，咱讲顺便好啊，咱来讲一个较稀奇的故事了，对。这你亲目睭看到的嘛吼。顺便讲，这应该是爱讲新妇啦吼。啊，看到蔡妈妈的时阵呢，蔡妈妈是好有一个老大法医师甲我哦带去的嘛吼，带去迄个寺庙嘛吼。啊，这个顺便。这个神尊看到我的时候，把我惊累了，我惊到说，因为我已经做到感动天地了，我是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真心在做，就是跟他希望，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能够出来，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听到嘛，并没有一个人看到，并没有一个人会去重视嘛，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很渺小的啦。结果，这样天跟地，让我这样呐喊我天骂地怨他们一段时间了，好佳哉！到尾啊，天已经听到我蔡妈妈的声音，天佑台湾，所以我感谢天，我即马开始爱感谢地甲天啊，袂当阁天乱啦。所以感谢再感谢，好、嗯，所以天佑台湾，当希望台湾人会较气了，咱台湾会阁较好，所以。即卖拢用感恩的心啊，感谢感谢安尼。啊，因为啊，哎哟，这啰讲神佛的代志吼，啊人一般人讲怪力乱神啦，啊有神的人就有神啦吼。啊台湾是宗教自由嘛，个人的这个信仰嘛。啊，但是啊顶边吼，迄较稀奇的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这部要结束之前，讲一个较稀奇的代志，就是讲伊迄个启动
当机咧去动的时阵啊，啊你你着安尼安尼，甲伊问讲啊，请问啊，你看阮囝的代志敢会破案？啊啊，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起，迄、那个动机吼，迄已经起动啊！迄动机就讲用手臂的，讲都要按的，才会破案啦。就是讲爱变啦，爱变，迄个爱这个要翻转就对了，国家要翻转啦。哦，这个政权要换人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天地吼，爱有一个迄个才会当损毁过来。啊，咱。爱家这的军中，这的坐这的冤魂，我相信这的冤魂嘛已经吼上达天庭了啦。我相信，这死去的这不是干呐蔡学良，不是干呐洪仲丘，不是干呐陈俊明，不是干呐迄个丁啊丁哎那个叫什么？来咱家做这，阿哥一种迄个连阳光啦，对哈，哦，遮个坐坐，遮个这个军官的这个，阿哥迄个屏东迄个蓝妈妈，你看一个查某人生三个后生，两个死伫个军中，一个死伫个金门的军中，一个死伫个台湾的军中。咱即摆当点名许维仁、李泽宇安尼啦，哦，姚泰妍啦，哈，阿哥吼。迄、那个哦，足济，点袂完啦，真正要点袂完，只要点袂，恁听到总困去。对啊，咱卖点嘛。咱安尼在点在讲安尼，敢那足轻松的。不过咱在点的时候，每一个名，都歹势。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，一个老爸老母家人的迄个锥心之痛，安尼万箭穿心，我相信你嘛是有万箭穿心的迄个。刚刚我点三个，我就马上刺痛了三颗心，就想要哭了是吧？我就不想点了。嘿啦，不要点了啦哈、嗯！就是讲，咱爱啊，看讲咱这边阿帕奇事件哦，咱来用感恩的心来看，啊来看迄个李倩蓉，可能甲真哦，无甲一个人在侮辱李倩蓉。我甲蔡妈妈，阮两个讲来讲，阮就在侮辱李倩蓉。嘿。佩服他，从头到尾，我一直在学伊啊，足感谢李倩蓉，多谢多谢，感谢李倩蓉，嘿嘿，是吼，感谢。